当我年纪还小，父亲还统治着暴风王国的时候，我衷心相信父亲能带领我们。在我心中的每个故事里，父亲都是英雄，他为了救我不惜与龙开战，而且他战无不胜。但随着我长大，我慢慢知道，他没办法永远都是我需要的那个救星。安杜因，对上瓦里安。孩子，我该亲自来训练你了。哦，又来了。我们家族出了许多伟大的战士，将来你也会是。总有，但传统也会有例外。注意，太注意！总有一天，我要成为真正的骑士。我们要用真的剑。把剑拿起来，安杜因，你天生就该拿剑战斗。那他为什么这么重？我们要用邪恶必剑。邪恶必败，守住大门。巨头，来这里！点点了，准备好了，长官。邪恶必败，点点了。我完全不知道我能成为什么样的战士。啊，你有好多选择，可以当武器战士、狂怒战士。防护战士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让我施个魔法，太神奇了。点点了，邪恶必败。巨头，来这里！邪恶必败，准备好了，长官。守住大门，护甲，护甲，九成新的护甲。认真一点。邪恶必败，为了国王，为了荣耀，守住大门，集中精神，
了国王，为了荣耀，邪恶必败。我的智力没有极限，准备行动。你还得多加努力。邪恶必败。为了国王，签了兵，你就先卡死啊！为了荣耀，为了国王，签了兵，你就先喊服啊！好吧，也许我该请别人来训练你，说不定矮人能教得比我更好，他们的力量十分出色。在麦格尼国王的协助之下，我期许自己能变成强大的战士，但结果我却成了少数亲眼见证他悲剧下场的人。而当他心头陌路的女儿莫艾拉前来争夺矮人王位的时候，我就知道父亲他一定会被迫开战，我不能置身事外。于是我向珍娜求助，他身为朋友，在有需要的时候总是会帮助我。安杜因，对上，真的。安杜因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拜托，我们一定得阻止父亲攻击穆艾拉。你最好别插手这件事。我不能袖手旁观，父亲不像我那么了解穆艾拉，他会听劝的。你真的确定吗？穆艾拉是正当的继承人，他只是需要一些指引。那早就是过去的事情了，他选择了黑铁矮人，那可是我们的敌人。让我施个魔法。太神奇了，完工了。
卷轴写得真好。但是他要的只是和平，那他这样的开头显然不太好，所以我才说他需要一些指引。不要这么鲁莽。邪恶必败，天使包中成为力量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得阻止你父亲，但既然决定放手一搏，你就一定得成功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首先你得换个打扮。感谢珍娜的协助，我总算及时赶回铁炉堡，父亲和他率领的军情七处刺客就快抵达了，我非常担心穆艾拉和他儿子的安危。安杜因，对上穆艾拉，找出入侵者。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我要赶在父亲抵达之前制服穆艾拉的护卫。黑铁矮人卫兵会囚禁所有反抗他的人。知道你在想什么？知道你在想什么？篡位者！让我看看。不管你喜不喜欢，我都是王位唯一的继承人。冷静，我们可以好好解决。哎，
宝是我的。安杜因，你听我说，索瑞森用法术迷惑了莫艾拉，操控他背叛人民。我丈夫没有这么做，但是我父亲还是派人杀了他。来吧，让我看看。来吧，让我看看。服从女王。潜伏在深渊中。我最喜欢认真读书。哎，结束了。来吧，我们有打架。我也要看。以圣光之名，不得破坏和平。课本都这样写的。让我看看。我来跟你说个故事。西向东王国，来吧，让我看看。哎，结束了。课本都这样写的。圣光，珠宝不该沦落成这样。让我看看。要丢了、哦。来吧，让我看看。来吧，让我看看。听听这个孩子的话。哎，结束了！看呐，哎，结束了！这真的是麦格你想要的吗？杀死他的独生女儿？不，好吧，莫艾拉可以继承王位，但不能只有他统治铁卢堡，必须由三个氏族派出代表组成议会，千万别让我失望。那天父亲听了我的劝告，但是也只有那天而已。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圣光在呼唤我，要引领我远离战事的道路。而当我有机会接受费伦的指导时，我立刻把握机会，并且希望有一天父亲能理解。安杜因，对上费伦。孩子，我们继续吧。我非常乐意。像你这样真正受到圣光祝福的人，
其实十分罕见。希望我能承受得了这样的恩赐。你和父亲谈过了吗？谈了一些，只是他还不能接受圣光对我的安排。他会的。圣光照耀一切。以圣光之名。即刻搞定。与圣光同在。圣光对你有许多安排。像是什么？我无法窥见全貌，只知道你十分重要。你看到几支镜头啊？嘿，朋友，别担心，即刻搞定。在圣光中同行。你听好，即刻搞定，成为世界需要的英雄。伟大的使命在呼唤，我知道你身上背负着父亲的期许，不过你的选择是正确的，很少有牧师能进展得这么快。有您这样的导师，我才能有如此的表现。我持续接受费伦的指导，直到部落攻击位在塞拉摩的珍娜，同时加云的巨变改变了他，但我丝毫无力缓解他的伤痛。在新任大酋长卡尔洛斯的领导之下，部落变得越来越好战。过没多久，我在潘达利亚被俘虏，这次换我自己和兽人打交道了。安杜因，对上纳兹格尼姆。怎么回事？竟然有联盟的小鬼。等等，我认得这张脸，你是瓦里安乌瑞恩的儿子。先生，我要求立即获得释放，交还给我父亲监护。再发号施令一次，我就把你的头从肩膀上摘下来。最好是不要了。哦哈，我父亲会付赎金的，我保证。你会变得非常有钱。弱者才需要钱。总发功。
了荣耀。你的缺陷就是你的力量。你在浪费我的时间，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办，我得去找。哦，你要找什么？我才不会告诉你这联盟废物。花花臭臭最好杀。思考了，想都别想。没有呜呜就会嘿嘿。想逃跑，花花臭臭最好杀。封城的力量。我要买你香蕉。嘿，朋友，别担心。不会有事的。
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你的缺陷就是你的力量。是的，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我要买你香蕉。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侦查报告完成了。很好，开战的时候到了，集结部队向联盟发动攻击。那我得趁机溜走。我逃出了部落营地，但是我在潘达利亚还有许多事情要办。我得知部落大酋长取得了一个叫圣钟的强大神器，所以我们需要有反制的方法。还好我在流传的故事中找到了答案，和谐之锤，但是它被一位神秘的美猴王藏了起来，而他本人则被囚禁了许多年。安杜因，对上美猴王。我要释放他。不管那么多了，怪怪人，我回来喽！受咗伤啊！即刻搞掂。边个受咗伤啊？即刻搞掂。你看他大军来了。
刻搞定，即刻搞定。你把我从无穷无尽的淬玉牢解放出来，我帮你在举世无双的大派对狂欢起来。谢谢你，但还不到庆祝的时候，有个危险的枭雄发现了圣钟，我们需要用和谐之锤来对抗他。有个危险的枭雄发现了圣钟，我们需要用和谐之锤来对抗他。三个谜语我来问你，谜语为誓，要你出力，快快办好，不要迟疑，我才考虑是否帮你。探索搜寻，悲兽下落，救其解脱，野生琥珀。我最喜欢认真读书。前往北列境，胜利或开始。为了国王，我最喜欢认真读书。为了荣耀，为了荣耀，带给我金属佳酿锤子，就与你分享。你想试试金属佳酿的后劲吗？见识暴风城的力量。
这杯给你请，这杯给你请。这样行，共享受佳酿。美猴王面前是个身手，这锤子才能让你带走。为了联盟，哦。我要买你香蕉。监视暴风城的力量，为了联盟，课本都这样写的。监视暴风城的力量，为了联盟，课本都这样写的。猴王只好把锤拆，三个部分全分开，锤柄锤头拼一起，还要由高涂上去，等到圣锤拼一起，不畏巨大中魔力。太好了，居然还有更多事要做。当我拼凑好和谐之锤，部落战士也开始聚集在一座古老的魔谷皇宫，那只代表一件事，卡尔洛斯正在准备使用圣钟，我连忙带着和谐之锤去阻止他。安杜因，对上卡尔洛斯。有了圣钟，我就可以让部落士兵无懈可击。住手，卡尔洛斯！你不知道圣钟的威力。到头来，面对我的竟然不是瓦里安，而是他的小鬼。勇敢的受死吧，小子。谁受着伤啊？
哈，抗拒上，控制他，利用他。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，我发誓。人类，阻止我！即刻搞定。圣钟是为了制造混乱，但熊猫人也做出一把特殊的圣锤来反制它。那把圣锤数千年来都不见天日，到现在。为了荣耀。小鬼，你们联盟一定是走投无路了，才会派小孩出来对抗我。我办到了吗？摧毁圣钟了吗？哦，太好了。我在父亲的照料之下渐渐康复，最后卡尔洛斯也为罪行付出了代价。然而无法想象的悲剧发生了，父亲不幸阵亡，我只能在悲痛中学习如何当个国王。在此同时，深沉的黑暗力量腐化了部落，而这无可救药的邪恶根源就是希望纳斯风行者。我得发挥学到的所有本领来击败他。安杜因，对上希瓦纳斯。希瓦纳斯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你还真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啊！我们的计划才刚开始。这种东西，摧毁它！
伤如何？为逝者讨回公道。哎，可以帮我拿一下吗？别的办法。住口！不会就算了。痛苦还是折磨，好难选呐。苦吧。坚持。完工了。冒险，部落会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代价。暗毛部队，动手！雄鹰之魂会帮助我们。如果你坚持，如果你坚持。时候到了，安都因国王。联盟，坚守岗位。为逝者讨回公道。我们不会堕入黑暗。
我的弓箭将为你。你好啊，姐姐。你大费周章，结果还是失败。我伟大的发明，不会堕入黑暗。为逝者讨回公道。萨鲁法尔，掩护我们撤退。这场战争不该由你承担。为了部落，我就是战争。堕入黑暗。没有荣誉就失去了意义，绝对不能忘记。你大费周章，结果还是失败。为黑石氏族献上荣耀。如果你坚持，如果你坚持。为世人公道，杀死他也没有荣誉可言，把他压下去。那是你父亲的剑吗？他一定会很欣慰的。你没有资格说出他的名字。
将为你而战。如果你坚持，不会忍受这种。为了国王。受这种事，为了你说你为了和平战斗，但你的一生都离不开战。战火淬炼了我，你只是被困在战争的永恒诅咒当中。你的胜利毫无意义。我们打败希瓦纳斯，重挫了部落，但是这场胜利的代价十分惨重。尽管我誓言捍卫和平，但我知道我在心中已经找到了父亲的战士精神。小时候，父亲总是当我的救星，原来这一点从来就没有改变过。